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范例三。范例三，它是一个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以及直线运动啊，直线等加速度运动结合的例子。好，一个重量为 W 的小石头被牵直上抛，它的初速度是 v。好，所以我画在这边，初速度是 v。那么空气会给它一个阻力哦，这个阻力呢会向下，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它向上走，它所受到的空气阻力会向下，固定值为 F 哦。这题很特别，说空气阻力固定啊。好，那么而其方向，空气阻力的方向跟小石头运动方向相反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求小石头上升的最大高度，并且答案只能用 W。v、f 以及 g 来表示，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呢？没有 m，不能用 m 来表示哦。好，那么首先我们来算一下小石头的质量，因为呢，我写在这边，因为啊，我们说过一件事情，重量会等于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，w 等于 mg 嘛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稍微做一下计算哦。这个小石头的质量其实就是 W 除以 g，好，我把它画在这个小石头里面。那么最大高度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思考一件事情哦。今天它是一个牵直上抛运动，我们知道它的初速度是 v，而它的末速度呢一定是零。好，同学，你仔细想想看哦。我们要求 s 有初速度，也有末速度，那么我们会想到什么公式呢？是不是就想到那个？v 平方等于 v 零平方加 2as 这个公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有末速，有初速，只剩下 a 没有了。a 要怎么办呢？a 要我们自己求。那加速度要怎么求呢？加速度就是外力合力除以质量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当小石头上升的时候，由于外力合力向下，因此小石头所受到的加速度方向也向下。会等于外力合力大小，外力合力就是 W 重力再加上空气阻力 F，再去除以这个小石头的质量 m。那么我们把 m 呢用 W 除以 g 来表示，因此这个数值就可以得到我们小石头在上升过程中的加速度向下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就利用刚刚那个 v 平方等于 v 零平方加 2as 去计算哦。由于末速度是零，初速度是 v，再加上2倍的加速度乘上位移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仔细思考一下，这个时候我们的速度向上，而加速度向下，也就是说速度跟加速度是反方向，所以我们在加速度这个地方要加一个负号哦，2倍乘上负号的加速度，加速度就是我们刚刚求的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加速度放进来，再把位移，就是我们要求的最大高度放进来，因此我们做一个移项之后，最后得到位移这个值呢，会等于这个东西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这个地方啊是计算，所以我先跳过不讲。但是同学你要知道，计算会决定你最后所得到的分数。因此，同学，当你知道这题怎么算之后，回去要把算式过程盖住，自己再算一遍。所以最后呢，把计算搬来搬去之后，得到啊我们所求的最大高度，也就是它这个牵直上抛的位移，会等于 Wv 平方除以2g 乘上 w 加 f，所以我写在这边，wv 平方除以 2g 倍的 w 加 f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二小题，小石头的落地速率是多少呢？好，来，第二小题，我们刚刚已经知道小石头的最大高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小石头要从最大高度开始折返，因此啊，第二小题我们就要看后半程。后半程是一个自由落体运动，要折返的时候，刚开始初速度是零，然后我们要问它的落地速率，落地速率就是落地瞬间的速率。各位同学，你千万不能用自由落体，
哦，对不起，千值上抛的对称性去看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对称性的前提是没有空气阻力，但是这题它具有空气阻力，有空气阻力，这个空气阻力就会把动能给带走，以至于最后的速度呢，并不是刚开始抛出的速度。所以我们开始计算，一样利用等加速度运动的公式。首先，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告诉我们，下降时它的加速度会等于外力合力除以质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外力合力哦。当它下降的过程当中呢，它会受到两力作用。第一个力是向下的重力，第二个力是向上的空气阻力。各位同学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它在降落的过程当中，它所受到的空气阻力方向跟重力方向相反？好，这是跟我们刚刚啊前半段不同的地方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物体在降落过程当中，它的加速度是这个东西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利用 V 平方等于 V0 平方加 2AS 这个公式呢，去算末速。好，末速是多少？末速我假设叫做 V'。因此 V' 的平方会等于初速度的平方。初速度是多少呢？初速度是0加上两倍的加速度成长位移。那这个加速度是多少？加速度就是我们刚刚算的这个东西，这是加速度。好，然后再去乘上什么呢？这是加速度哦，再去乘上位移。你说老师，为什么位移是这个？因为我们刚刚上一题曾经算过，它所上升的最大高度是这个数值，所以呢，当它下降的时候呢，下降的位移也是这个数值，所以我们把刚刚所算的最大高度这个数值带进来，就是它自由落体时候的下降位移等于这个值。因此啊，我们把这边做一下简单的计算。首先呢，这个 g 跟这个 g 消掉，然后这个2跟这个2消掉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这个 w 跟这个 w 消掉。所以啊，在这个式当中，最后只剩下这个跟这个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哦，得到末速度的平方等于 w 减 f 除以 w 加 f， 再去乘上 v 平方，v 是一刚开始抛出的速度，所以得到啊这个末速度的大小等于初速度再去乘上一个倍率，而这个倍率呢会小于一。它为什么小于一？因为它的能量被空气阻力带走了。所以呢，当它掉落下来的时候呢，它的速率就会比刚开始抛出的速率还要再减损一点点。因此啊，这个东西就是答案。